接下来我们要讲解的是《大船师运载群生渡生死河至涅槃岸》，我们请依韵师姐来帮我们做示范。好，大船师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划船的动作。大船师运载群生，我们就做航行的感觉，手肘往上。好，渡生死河呢，我们做海浪，从小、中到大。至涅槃岸，我们把双手打开来，胸口朝上，感觉心的开阔跟自由。是，众生无量的烦恼是因为欲望的无穷尽。那许多人呢，总是没日没夜的呢，这样子迷失在这样的浮沉欲海当中。有些人呢是日夜奔波，而有些人呢是纸醉金迷。嗯，听师兄这样讲，其实我有这种感觉，每天这样忙忙忙，你不知道为何忙。对，所以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奔波忙碌当中，如果呢遇到了生命的生老病死的课题呢，常常会不知所措，甚至是无法面对。所以啊，菩萨就像我们芸芸众生的大船师，指引迷失方向的我们，带我们到彼岸。是，慈济法船47年来运载无数的生命，只要我们有愿有力，人人呢都可以成为运载群生的大船师。那我们再来一次。好，大船师运载群生渡生死河至涅槃岸。